哇，他们的阵容后期好猛啊！别死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们后期猛，有我在。嗯，我在的后期就不叫后期。还有30秒到达。嗯，这个确实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到处都是怪物。我说这卡是这个韦恩开天眼了，我说跑了啊！这韦恩开天眼的兄弟，刷下来，刷下来，原料很难，刷下来，刷下来，三次刷下啊，刷下！你这样说人家都知道人家要跑了啊！我，也许我是故意骗他的，是吗？对，你不是骗你自己吗？我说抓下，说，对，说不准去抓上了呢。嗯，你看你又被入侵了，也变强了，怎么办？哎，砍他们，砍不过吗？可以打，加料过来，加料过来可以打。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。撸他一下。哎呀，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没法突破。别，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不了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你天天哎，上来没人占位置啊！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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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上不占位的。哇，兄弟好郁闷啊，玩的他妈的！哎，能杀吗？好像杀不了，算了吧，兄弟，那把他杀了吗？好狠 ！AD 辅助没事，又被搞了，我也是。你又被搞了吧？又被搞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没事，他们下路好杀，两个没闪了。嗯。为什么我们一级老是这么难受啊？神龙锤子打牛头不应该贼猛吗？我们，哇，这个锤子在干啥？装逼，装呗，音响还挺舒服的。我上去给他下。对他们没有眼的，没有眼，他们这里一个眼，然后牛头是扫描。这应该回来找我啊！那牛头应该回来找我了吧？你喝药啊，锤石！哪里眼在哪里？再点一下。没有眼，没有眼，你那都没眼。他在勾车吗？怎么感觉有点怪啊？这锤石。得快点杀，要不然难跳下来。没事，这个兵线他很难受。大家现在打红，现在打红，现在打红。来一起一起上。好吧。两个没闪，我拿枪来了，兄弟。快了。收到啥？你杀？这边杀他了，这边杀得到啊！麻烦，来枪，好快，直接来了。他没打红好像。打，吃完了。我这我也拿了两个人头。嗯。我们这锤石有点搞，兄弟，我真不骗你。但是这锤石有点搞。线还行，线还行，线。他搁那。我还不知道在干啥，在勾车，我的天！哎，我能打断一下这个沙包吗？打断不到。来吗？哎呀！我操！这兄弟是真有点搞。我闻四个步道，看着好像还挺舒服的。爬起来，站稳了。现在要认错了，不能跟他们打了。那这牛头二连简单，锤石勾人比较困难。蓝枪也没闪的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好像都没闪了，对吗？能勾一个，确实。机会。这个可以，加料才20刀，兄弟。利用他们的弱点。蓝枪要刷下来了，蓝枪。
啊，蹲一下吧，拉下来吧，在这里，有个这个，反正这个线会抓你，并且这个兵他们抓到会炸，感觉。我将会改变这个。我们打反手就好了。这边看到我了。他怎么不 A 兵啊？我推完这波线吧。反正下再石头人呢。反蹲一下，可能会他可能会上，我回了，他没有来，我回了。输出就不够了，好像。我上好像要死了。好掉了，对。生存是我都有的。投了投了，我就不见了。他们流出哦，那个南墙在下。我差一点。还有治疗可搞。那勾去干嘛？锤石是有点搞，兄弟，我从他一直就看得出来，哎，有点像个演员的操作。牛头没闪，我也没闪，这盘坏了。我们的打盘，如果我是这个发力，就有点问题了。关键时刻还是我新一站出来了。我也没上招是吧？嗯，他们下路都没双招，牛头点燃跟那个。锤石，锤石，锤石，来锤石。我可以。来吗？下路推下去。哇，这个塔皮没动过还。你还好吗？好。这勾好离谱啊！加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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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闪！被打了，可以，可以打。留他幺零，留他幺零。我操！关键时刻还卡了。来来来来来！去去去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勾到了！哇，这一，这好离谱啊！哎，我第一时间闪你，为什么这个肾不跟啊？他这个不是够吗？因为他会打断的。这个沙皇还有大的对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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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能放过来。我、哦、可以。我操，刘备啊！这锤石两个波都还挺厉害的，一波蓝枪，一波维恩。哇，这两波优势勾回来了，太棒了，哥哥。收回我刚刚说的话，你是最棒的。什么东西啊！我操，吓死我了。这地方真的没事吧？是我差点死了。
外面放先锋了，兄弟。锤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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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来吗？锤子，过来。先锋，先锋，你是锤子。他每次怎么直接往下路走？别往中路靠一下。对面稳还挺稳。保持警惕。让黄鸡回家了。他用了，我没用，身上还有他，我给封小龙。我操，这个狗厉害的不得了，那 AD 没有治疗了。小龙，高手啊，这个是。南墙打不下。我飘一飘的厉害。快死。我心有大了，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自然枪见到我要不我秒，男枪你见到他你秒他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高伤害吗？你直接秒他，你这个装备就能秒人？我能秒任何一个人，除了剑魔，还有没有头？哎，我就死了。但谁能帮他们解决心底的？没头来了，我操！我去飞马下去。动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他怎么移过去？嗯，这一会儿去干嘛？我们上路被压了一倍的补刀，还挺狠的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不行，我下路塔也能全都吃一下。又太怪了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这头一直在游走，死了应该。有看到柳吗？哇，我好肥啊！我14分钟两件套，兄弟，但我感觉没用，对面是个沙皇。我们打赢一波就可以了，兄弟。牛头一直在给地头压力。我是为了狩猎。哎，这牛头还挺狠。还挺能游走的，兄弟。可以看一下这锤石吗？我先回一下。牛头还挺狠，抓散吧。根本就不是蓝枪在抓人，就是这锤子在抓，这牛头在抓人。这大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以为肾能吸到，这肾一空也挺可惜的。他这个肾一起不占位就挺离谱的，让别人进来都不知道的。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把沙皇干一次。
没事，我们有一套小马托的。这有人，你看不？你要走吗？可以，我可以看。有人就过来了，看一下，看一看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这不依他吗？这是，这肾他干嘛？我操，这肾不依他吗？依他杀了产回来不就好了吗？这个锤闪闪现去 A 他，我操！对啊，这个剩下是没有依他，没有依这个流。原谅很难。可以操作一下吗？在上方可能有踢的上方，尽量小龙先锋我们一人一个是最好的，我觉得。你要蓝不？可以给蓝，蓝可以吧？蓝。八秒啊，这波要不了啊，感觉没大，对吧？看来小龙无所谓，主要是先锋。我这样子都还不能进化一，他妈的！快点，我们把先锋拿了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有点晕晕，怎么打不？好像有点来不及了，走吧。哎，他们好像不太敢来。不来吗？那我再接着打。看到了，我拿走了。这红赶紧打，要不然会被入侵的感觉。这红得赶紧打。看我现在在哪先？我来了。要红打的快！哇，可以啊，这会儿发育的好舒服啊！有福无手。看一波团了，他赢了就赢了，我觉得。nice， 哎，抓这个剑魔吗？对，能抓这个剑魔，我一个人好像抓不死他。他要有气，要有气，救我动，踢。哎，去啊，去下啊！哎，他为什么不去啊？一起杀！这有大的，我们剩有大的。是吗？啊，这有大的。哎，别怕，锤石。坏了，锤石这位置让的是高地没了呀！这锤石为什么要让位置啊？哎，过大了。没杀，不能放点大的，我感觉。追一下！大了！我操，好爽，兄弟！这两个好爽，好爽！哇，这两个勾的好，这真是！让他回去打。哇，这锤是换了个人，兄弟！换人？哎呀，他听说你。可他是演员换人了呀，对，是演员换人，这还有个人啊，不错，上去干嘛？哎，你要上去吗，兄弟来那个人靠拢过来，那个人靠拢过来。
哎，你说还不错。徐老师，发了。叫我们发哇，好爽！我他妈3500块。Nice。我操，好爽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感觉有问题？这牌兄弟，我不骗你。有问题吗？这局我绝对不可能这么爽的。现在这局游戏属于我。可以，看你操作了，好吧，对吧？现在还有啥？游戏还有点卡。我辅助有点紧张。哈哈，他是不是听到你说话了？利用他们的弱点。不知道，反正他一级挺搞的，他就前几级都挺搞的，然后还进了一波塔，给我搞得有点感觉他有问题。这个楼。小心沙皇推你。有点慢。放死！啊？我又没事。不能杀死，勾。我操！我又还有治疗啊！我去，自行回头。小龙刷了，他可能会出甲龙，小这个蓝色小龙，蓝色会出甲龙，看一下。弹枪，不能再拖的。没有错。火系能吃吗？你们他两个抽两个没什么伤害的，可能需要你去。对，蓝枪都没闪，蓝枪都没闪，蓝枪没闪。你把蓝也吃了吧。我好肥啊！我操，他可能会把你这个红啊。敢吗？我觉得他们敢来了。是吗？那干他吗？哎呀，干他们！我操！这维恩没大没治疗。哎，这！好，我一闪，我一闪。我可以跟你，我可以跟你。十秒大招。我一闪。炸了，他们炸了。我靠，我这个少点魔攻的伤害，哎，伤害还是有点低，感觉还是那个厉害。这个黄蜂之力得看阵，伤害确实低了好多。哎呀，兄弟，这波精彩！这我疯狂操作，我这波伤害低了，不然全宰了。我还差点死。我操！哎，我怎么去他脸上了？我卡了，我也卡了一下，刚我也卡了一下，我刚也卡了一下。最后这蓝枪瘫了，把队友全害死了。我回家了，我们剩没大的，剩有鸡。nice。哇，没 A 到他，A 到他，他死。送 T 过来，我不干。nice。呜，翻盘。是优势吗？前面是的，就前面是的，让你打回来了。nice， 感谢左叶，左叶什么啊的飞机，谢谢你的飞机，谢谢。这锤子可以给好点，一开始不是特别想给的，但是后面几波确实有点猛。
这个更关键。嗯，出了我好几个人头之后。给啊，一起给。我这一点没有办法，只能一起给。你推风都不喊了吗？我都差点进主权了，我都感觉已经结束了，对面已经放弃了，我感觉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他们还在操作，不对劲嘛，要不走了？我觉得走吧，一点不对劲，走吧，有一点点不对劲，大门要刷了，要操作吗？怎么一下满血了？没闪。哇，好好能吸啊！可以。他这个加血手挺能吸的。一下满血了，结束。可以啊，大十八个，放慢。可以啊。太猛了呀！哎，我卡拿死！哎，哎，哎你。活了，推不完了，哇 ，nice， 要不撤？我4800块。他卖自己，他卖自己，他卖自己。我感觉我还可以。他们要去大龙，他们要去大龙。真的假的？对他们那个走位，你看那个走位。你再去了，我这么多钱，放个针眼我去，再打了，啊，这边在打大龙吗？或者是，啊，可惜。小龙吧，下回把这个换了，这个没用啊，这个装备。我先拿小龙啊。嗯，别推下了，我30秒闪也可以等一下的。大佬 K 有个流头，我先去吸点血，然后野怪。抠到，差一点。红刷了，先拿个红吗？我帮你打一下。哎，这个我觉得很励志，很好。放个 W 吧。好。下路，是你演。
哎，上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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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们怎么还推不掉啊？什么鬼？好像不是特别好推，腿太短了。什么情况？我要把皇宫之力卖了，如果这波团还打不下来，我输出不够了。这个人。中路上路吧，他们复活了。只要我没有闪，我不想，我也切不了人。喂喂喂！大黄死了。嗯。哦，这个我也弄没死，没动过。不行啊。够了，可以。哎，好多啊！我靠！复活了，复活了，谁复活了？谁复活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哇！哎，这什么？他怎么让我进去啊？第三，没有，我这锤石好猛啊，狂勾哥！我前面听说你说像演员，后面就狂勾。后面为了证明自己，换了个人兄弟，他是真换了个人。感觉像开了。太猛了。33分，兄弟，再赢一盘开个晋级赛，好吧，哥哥。可以。